干饭。哇，好久没吃过。想吃就滚滚的套餐。走走。大风车子呀，直溜溜的转。这里的风景真好看。就这喽，就这喽。不过人家总得给人家不在买。啊，时间有点迟，你们在里面吃吧。妈妈，你刚刚坐在风扇转得不转？二位你也坐。我坐肯定比你转了。哦，瑶瑶，芒果快点来玩了。这牛肉饭真是好爽，太爽！今晚上一天到精神都没了。我认识这山东要当哪个带动？你当这种。